啊，想不到我还有这么高超的厨艺天赋，这世界上果然没有什么难到我周志飞。 你去那干什么？你好，我叫舒振。你叫什么？徐徐。你好，花花。Hello，Hello，你好，Hello。小然，你怎么长这么高啊？ 小然，你在干嘛？丸子，啊，你没事吧？你过来，过来，是不是发烧了？没有啊。丸子，啊，他要咬一口丸子。哎哎，住！干嘛？你不给我丸子是吧？ 等会儿，等等等等，你刚刚干嘛了？蘑菇没有丸子好吃，你别动啊，我就一口。丸子。